个清洁阿姨，然后就跟她聊了一下吧，聊了一下天啊，主要就是想了解一下，就是这个清洁保洁工作的话，他的一些薪资待遇啊，其实他是说他们是满勤的，就是按自然月的天数是没有一天是休息的，当然也是每天上8个钟的样子，工资大概就是3000来块，然后保险方面呢，就基本上他们会有一个意外险，其他的那些所谓的五险一金其实都是没有的，因为他们那个年纪也比较的偏大了，因为他是59岁了，大概还过一年就60岁到达退休的年龄。其实他们就是这个阿姨呢，她是从东北那边来的，是从吉林那边，她老家是在吉林，然后她小孩他的儿子在这边因为是结了婚，然后家也是安在这边，然后给他们在这个区域里面的话呢，在这个地段里面是买了房子的，所以他们两个老人家呢主要就是到这边来呢，他有房子住，然后闲待着在家里面也是没什么意思，所以他们就找了一份工作，就这样坐着打发下时间吧，也算是给他家里面的小孩呢减轻下负担，因为他家的儿子其实也生了小朋友，但是呢因为主要就是他的那个他亲家母在帮他们带小孩，所以他们两夫妇是不用带小孩。他儿哎呀呀，你可真烦呐，你烦不烦呐你这好烦呐打理，你这烦狗子，